新继续关心的是，端午节就要来到，市面上推出的各式各样的肉粽，提供消费者来选择。不过，食传统的肉粽，唔然容易变大颗，而且更歹消化。推出大拿组织病院的营养治疗师，结合着中医师来打造高纤维、低热量的五谷补气养生粽，并在上午举办着活动发表会，教导民众如何食健康粽来过端午节。将小米、麦片、紫米等食材摆满桌顶。这个是大拿组织病院要提醒民众，端午节食肉粽，民众有新的选择，鼓励民众用五谷米取代紫米。紫米呢，比如说像这个燕麦啦，或者是像笋子啦、芋头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的话，其实它的纤维度含量都蛮高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减少说我们这个吃粽子容易引起的一般肠胃不适的症状。这样，这场五谷养生粽的选择活动是适合上午在大拿组织病院大厅来登场，吸引少民众聆听。营养师陈又好基础米材料包括五谷米、芡实、紫米、小米、麦片、枸杞，来啊是建议使用麻竹笋、芋仔、香菇、肉夹、百叶豆腐，更强调食五谷养生粽对身体是较无负担。五谷养生粽它热量大概是传统粽子的600到700卡的一半左右，大概是300到350大卡。那这样子其实饱足感一样够，但是呢热量会少一半。那对于一些比较想要维持体态啦，或者是怕胖的民众啦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最好啊，对身体足健康啊，嘿。这也未饱气，也未迄落，嘿嘿。啊，一伙人哦，生要食久嘞，也挺好食。陈又豪提醒，食市面上所卖一粒肉粽，等于食一粒便当，也建议一天食一粒肉粽就好。谢谢我们客家红大拿店蔡宏报道。